近日，周慧敏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一张证件照，并配文：偶然看到我的另类珍藏，这是我最后一张到影楼拍摄的证件照。那时还容许彩色和黑白照可以选择的年代，是90年代的尾巴吗？照片中，周慧敏长发披肩，眉眼含笑，尽显温柔气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